今天大年初六，祝大家六六大顺。前两天从清迈赶回曼谷，尽管时间很紧张，但是我还是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让无数想念清迈的朋友魂牵梦绕的宁曼路一号。宁曼一号随处可见的艺术元素以及霸气外露的文艺气质，为清迈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时尚地标，让我争分夺秒都要买上一杯的咖啡就是这家 Graf。 相信喜欢在清迈泡咖啡馆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这家始于清迈的咖啡连锁品牌，这次还带回好几罐他家的新品罐装 Cold Brew。 自己买到了朝思暮想的咖啡，也要满足一下小宝贝们的口腹之欲呀。这个季节的清迈温度刚刚好，绿树清风阳光和音乐，这就是清迈。干杯干杯。 Volcano 火山超长拉丝吐司，可以选择各种馅料哦。我是丁丁，分享我真实的泰国生活。